先天移动的，我想让他们来到这个舞台。来吧，守门在心中。这么多年，说来也怪，一直在等待，不知不觉间又一年。谢谢大家今天能来，然后今天是我们就是赛区的最后一站。一眼照片，当年的画面，有一点感慨，幸好没有变成悲哀，还能够心酸。我们最后一站，大家可不可以所有人全场都把手借给我？为什么